插画一 ,F 蓝蓝占星，很多人亲身验证有效的心愿许愿又来了。为什么我还一直推荐心愿许愿？大家之前在评论里的留言。这也是原因之一，每许一次愿内心就坚定一些。即使在困境也告诉自己要耐心和善良，这样的力量足够。许愿是给自己的黑暗注入一丝希望，一丝动力，一份改变困境的决心，要加以计划和执行，而不是说完好话就守株待兔。这一次是处女座新月，9月10日凌晨2点01分后就可以开始许愿，到时候只需冥想加默念加写下来，和一般的即时即日祈福要求尽量在20分钟内做完不一样。新月许愿的要求不那么严格，一般会认为在新月发生后的8小时内许愿都是可以的。如果赶不上凌晨许愿，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再许愿，尽量在早上10点前。这次处女座新月特别利于许愿解决纷争，提升工作运，学习运，调理健康。提醒本次感应最强的太阳星座或上升星座处女、射手、双子、双鱼、摩羯抓好许愿良机。12星座所有地球人都可以许愿，海外的粉丝请自行将转换成当地时间参考下图，下图日期已调至9月10日。愿望小一点，明确一点，每个月不断回头检点，半年或者一年后能看到明确的进展和实现。如何获得最强的成功率，往下看。01在许愿这许愿属于努力之后，再透过心念和宇宙星辰的天时进行共振，帮助推动某方面事物的一种力量。每个许愿日都是和12星座所有人许愿，其效力虽然没有天星择日的即时即日来的那么强烈而有效，但对于一般大众来说也有增加 20% 到 30% 的功效，不容错过。02许愿日的许愿不需要一定站在某个方位，穿着某种衣服，进行某种跪拜仪式等，只需冥想吸气实现的愿望，在心中不断默念来加强意志，而后最好在手机或者本子上写下来，以文字来加强念力。03许愿不代表一定要马上实现，而是帮助你尽力促成某些事物，所以最好跟随每次许愿的指引来许愿，每个星座都不一样，可以增加实现的几率。许愿的时候尽量要愿望细致，根据实际情况许愿哪些贵人来帮助你，影响他们会如何来帮助你，步骤如何等等。千万不要许世界和平之类的愿望，因为那不是你的能量所能达到的，自然也不能验证。04在祈福完的当天可以连续佩戴你的曾经结缘过的开运物，例如健康上做了祈愿，那么佩戴促进健康的；事业上做了祈愿，那么佩戴事业链子，也就是说怕自己的祈福能量不足，那么借用一些其他的力量。05能接受佛法的话，在祈愿的当天早晚可以加念心经或金刚经，的确有增加福报的效力。如果你手上有辰时曾经免费赠予的它，就是我的光，可以念诵当中的经文，它可以帮助那些健康差、家人生病、运气较弱、处于人生转折期，希望有更大进步人士体会奇妙感觉。没有结缘到的可以等下一次，每年我都会定期免费结缘新的，请放心。而在这份经文里有一个金光神咒，它有非常奇妙的增加悟性、减除灾劫的效用。平时心虚烦躁、人缘欠佳的时候，可以在家安静的念诵7到49遍，会有额外的帮助的。当然，为了增加许愿成功率，12星座可围绕以下范畴进行许愿，效果更加明显。参考上升星座为主，太阳星座为辅。也就是说主要许愿上升星座代表的含义最容易成功，再辅助许一下太阳星座的。如何查看上升星座，请参考这篇。你的上升星座是什么，怎么查上升星座，平时怎么看运势才最准，这篇最不可错过。希望身心变得更健康，之前的老问题都能顺利解决好，希望生活工作状态
都能够逐渐好起来，不再为各种各样的琐事烦心。希望寻求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能有默契的配合，家庭事务可以得到家人的分担，或者能找到专业敬业的保姆。想要领养一只宠物陪伴我，希望有机会遇到喜爱的萌宠，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力更强，工作成绩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，希望能顺利跳槽，得到更高的薪水，更好的福利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工作、学习效率更高，勇往直前。我要迈出坚定的步伐，做出切实的行动，去努力实现我的理想。想要在影视教育、复音时尚娱乐行业方面，能够通过努力获得更很好的机会。希望在投资、财经方面有所收获，能够得到实际的回报。希望家人能够理解并帮助我，让我可以协调并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希望生活变得美好，遇到更好的人，多一些享受生活的乐趣。我希望我的创意、设计、写作能够收获更多的认可和赞赏。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小宝宝的准备，希望可爱的 baby 能够快些来到我们身边。希望人缘运好起来，我想认识多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，让生活多姿多彩。我想要切实的安全感，希望身心状态都能调整到最佳状态。希望最近在买卖租赁房屋方面的相关事宜顺心顺意，有满意的结果。希望公司同事间能更团结，公司稳步向前，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，有更长远的发展。想要换一个工作环境，能进入新行业新领域发展，希望尽快安稳下来。希望与家人之间越来越融洽，多些机会和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。想要得到爸爸的理解和认可，从此改善与家人之间的矛盾。希望在餐饮、珠宝、医疗、房产行业方面有好的拓展机会，相关事务一帆风顺，让我选到心仪实用的家具、家居用品，可以顺顺利利的装修装饰我的房子，让我和同事、同学、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更亲密，有更强的互动，并得到更多的帮助。我想要一份满意的 offer， 希望能够顺利签约，希望我的考试运爆发，考试过关，竞赛得胜，进岗成功，一路旗开得胜。我想要更好的人员，可以为我带来更加丰富的客户资源。我要学习更多新知识，获取更多新信息， get 更多技能，不断的提升自我能力。希望我的灵感和创意爆发，写出好文章，做好宣传推广。想要出门旅行，希望能抽出时间出去走走，感受世界的美好。想要更换新的数码电脑、汽车等电子产品，希望能一眼相中好东西。我想要升职加薪、拿奖金的好机会，尽快解决当前的一些债务。希望遇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一起去启动新项目，收获好回报。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能赚钱的项目，或者有新的合作可以推进，带来满意的收入。我想要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的魅力，以获得心仪的人的关注和动心。希望能谈成新的合作项目，从而获得领导的赏识和重用。我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审美，有好眼光，去见识到更好的东西。希望我的财运好起来，让我可以放开手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大家认可我的个人能力。希望顺利搞定 offer、升职、移民等事情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过去，迎接新的生活。我想要尽快解决财务、婚姻、家庭方面的困扰，希望这些问题不要再影响到我。我想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摆脱低落、焦虑等情绪，变得更积极乐观。我想要做出改变，提升自我的形象和吸引力，更好的去打造和经营自我品牌。我希望自己能更主动积极一点，努力改善和他人的关系。我要更为勇敢自信的去表达自我，从而获得一些工作或与他人合作的好机会，让能我更好的施展才能。希望有贵人相助，给到我帮助和启发，让我能快速的成长起来。
我要借运动健身、瘦身、瑜伽等目标达成，让身心变得更加健康。希望在涉外、贸易以及政府资源方面的事情有更好的机会，所有事情都顺利。希望小人、是非、口舌之争的事情远离我，我要满满的正能量。希望遇到了优秀的小伙伴，彼此帮助，相互启发，在幕后准备好一些事情，让事业的根基更牢靠。我要更加积极的锻炼身体，让身心变得更健康。我想变得更有耐心，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工作学习生活。希望我能更坚定，尽力去完成一直在计划中的大项目。我要变得积极乐观，直面内心的抑郁，驱赶掉负面的情绪。希望感情越好起来，让烂桃花远离我。希望有好的投资介入，帮助我做好公司、工作室、团队一些方面的调整。我想要重新联络一些旧朋友，或者结识一些新朋友，能带给我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希望能遇到赏识我的投资人，给我的项目注入充实的资金，让我的事业更顺畅。我想要变得更有亲和力，更坚定信心，积极的去开阔事业，拓展事业，正在筹划活动，对外宣传方面的事情，希望顺利推进。想要加强团队建设，让大家更团结努力的完成工作任务。希望我的创业融资组建团队方面的事情能够顺顺利利，机会多多。想要换工资部门岗位，希望能尽快适应新环境里，能与大家相处融洽，一切顺利。我想要一个全新开始，尝试更多的新事物，开发自己的潜能，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想要提升眼界，摆脱那些不必要的纠结，不要在原地踏步了。请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克服遇到了的重重困难，收获更好的成就和荣誉。希望能得到展示自我的好机会，让我得到更多关注，被领导师长重用。不要再懒洋洋的了，让拖延症也离我远一些，让我学业更棒，考试运不断上升。希望能坚持下去，踏踏实实的把准备已久的事情落实下来。希望得到大客户的认同，顺利签下大单，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我和妈妈的关系变好，家人生活更愉快。希望能顺利推进正在着手的宣传、出版、传播方面的事情。希望有更强的工作运，让我得到升职、被提拔的机会。希望能顺利解决目前面对的一些客户矛盾、法律等问题。希望接下来的考试考核进账顺利，取得好成绩。正在处理对外拓展事务、远方事务、政府资源方面的事务，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帮助。请给我好机会，让我可以在 IT 高科技互联网行业有所发展。希望能提升我的贵人运，可以给到我一些便捷的帮助或成功的捷径。正在计划出国，希望能顺利签证，开启异国之旅，远离小人、职场是非、烂桃花纠缠，更好的去处理好人际关系中的矛盾。我想要保持身心健康，希望有好的睡眠，让身心变得安稳。希望自己不再这么患得患失，驱散负能量，让我更好的能享受生活。请给我些意外的好运，让生活充满惊喜。请给我好运，让我顺利解决保险借贷融资方面的事情。希望财运好起来，能有更多赚钱的好机会，和他人的合作更顺利。我要改掉爱钻牛角尖的习惯，开始通透一点，让自己变得更豁达。请给我更好的钱财机会，可以得到更好的投资奖金红利。希望我的想法、创意、作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赏。请帮助我解决婚姻感情中出现的矛盾，希望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，知道自己的强弱之处，才好调整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希望和另一半的感情能和和美美，能够互相包容和体谅，长长久久的走下去。希望能搞定大客户，达成新合作，受到领导的赏识和重用。希望能得到好的桃花机缘，我想要一段新的甜蜜恋情。
我想要得到一份理想的 offer， 面试顺利通过，希望少一些口舌是非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融洽，让我的工作合作更顺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